作为80、90两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周杰伦出道至今已经过了整整17年。在这个小鲜肉当道的时代里，还有多少人会一如既往的爱着杰伦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喜欢吗？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啊！喜欢。高中、初中的时候吧，叫初中吧，应该初中，十几岁，对，小学，5岁的时候，小学吧，01年吧，97年、98年他出道那会儿。七里香，七里香，安静，简单爱，稻香，晴天，布拉格广场，外婆应该是，曹操吧，东风破呗，东风破呗，破呗，破呗，双截棍。看过演唱会算吗？就一起看演唱会吧。去重庆看他演唱会嘛？哎呦不错哟，哎呦不错，哎呦不错。哦，还是选我男朋友吧，是灵魂吧，不要看内涵一点吧，全部都换了吧，多出新歌吧，越来越好吧，希望他可以顺顺利利的演唱会顺利完成，继续屌下去，屌下去，屌下去。我们不止在学生时代会听你的歌，我们以后也会唱你的歌，希望他越来越好吧，跟昆凌就是一直很好很好。我希望你的女儿越长越漂亮。周杰伦哥哥加油，越来越发达吧，只要他一直在都一直喜欢啊，毕竟他的音乐都很好听呀、啊、应该会一直都喜欢，永远会一直喜欢，只要他一直唱下去肯定都会一直喜欢的嘛，喜欢他一辈子，会一直关注吧，他毕竟是我们就作为中国来讲流行音乐里面比较就非常成功的一位了，一直会吧，会，我会一直喜欢下去了，直到我死。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okay.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醉，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等牛奶，我们的开始是最漫长的电影，你说你有点烂醉，想让我知难而退，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从前从前有个人